or your regional distributor. Yes, you know, 改装是道德的。改装是为了增加驾驶的稳定度与驾驶的安全性。好诶，告诉大家今天的改装道德委员会。委员会，对，介绍什么呢？介绍，进入这个，杀虫剂。虾米？这个，因为我们开车出去郊游的时候，那个会被蚊子叮，然后所以我们就拿杀虫剂来把它喷一喷，蚊子就死掉，这个增加汽车的安全性哦。太逗了，你搞错了吧？先介绍的是不是这个？要介绍的是氮化硼，对。是什么东西啊？是最新的 high tech 喷剂哦。你是喷剂？好厉害的。那喷在哪里？喷在轮胎，跑得更快。啊，还是喷在方向盘，窗户更好吗？哦，不是。怎么是？好，那我带你去看就知道哦。好。为了搞清楚氮化硼是什么东西，我们特别请到散热专家。Stand up 先生 ，Thank you， 你好，嗨，你好，嗨，好奇怪，为什么你名字叫 Stand up？ 没有，我叫 Stand， 没有那个 D 或 up。哦，那 Stand 嘛，不是 Stand up 吗 ？No， 我是说站立起来的先生。那甚至专家 ，Stand up 先生，不用 up 了，不用 up 了。其实氮化硼到底是什么东西呀？氮化硼它是一个散热涂料，它是一个导热的涂料。那它是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六角形，片状氮化硼，所以它有六个角，六个角，那它有非常好的特性，用来润滑、导热，然后它抗氧化、抗腐蚀、耐酸、耐碱。这么有功能啊！哎，好厉害哦！一机多用，这是什么？不过，对啊，它六角形，它为什么散热会比较好？不，它刚好是片状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很多的用途，好比说我们可以把它做成润滑 lubrication，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 thermal， 就是导热的地方。那如果说我们在强调说在热转换器上 intercooler 来讲，我们可以 coating 在上面，那它片状的时候它会增加很多的面积，所以它会增加非常多的面积在上面，就像鳍片上又增加很多的鳍片。二来讲，它的导热又非常好，所以我们可以增加它整体上的导热的特性 ，maybe 15% 至20%。哦，因为它可以增加那个散热的面积就对了。对，而且它本身导热又很快就对了。对哦，所以面积大又导热快，所以散热快喽。对，氮化硼这个东西是外国的就对了，美国的哦。没有，这个东西是在于我们在美国研发，然后回来台湾生产的。这是台湾生产的东西哦。对，台湾生产。台湾好厉害。我跟你讲，台湾比较厉害吧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台湾比较厉害，你是日本人，我是台湾人，他是 Stand Up 先生，不是美国人。没有啊，邓先生没有办法呀。哦，原来氮化硼是这么神奇的东西哦。经过 Mr. Stand 的详细解说之后，我们汽车情报网就要进行真正的数据实验测试。测试的方法非常简单。就是将氮化硼喷洒在一部改装的涡轮车的中央冷却器表面，就是 intercooler 啦，并且在喷洒氮化硼之前与之后，分别进行本车的马力测量。如果氮化硼真的有如此强大的散热威力的话，那么马力应该就会提升喽。这个时候就要祭出我们台湾少见的德国进口大型马力测试机马哈。LP3000，没错，就是 LP3000 啊。什么是马力测试机？相信很多观众跟我一样都是一头雾水，啥都没。没关系，今天我特别请到了号称是车界最帅的帅哥，以行动先生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
蛮帅的，谢谢，有男朋友了。好，不要乱演。齐中先生，请问一下，什么是马力测试机？马力测试机的话，就是我们把车子很简单的绑在这台机器上面，就可以实际测试出它的马力跟扭力。啊？把车子绑着就可以测出来啊？对，没错没错。啊，都不用开啊，每天来绑就好了。当然要。哦要。车子还是要发动，就是模拟它在路上驾驶的一个行进的过程。我是绑上去，然后模拟开，然后它这样开，它就有数据可以。没错没错没错。这么神奇。没错，你发明的？不是，不是谁做的啊？这台是德国的机器，德国的，嘿，德国马哈，马，对，马，啊，不是，我是德国的机器，对，没错，哦，啊，测出来的那个准确度高不高啊？非常高，而且这台机器的话，在德国的话，像我们 Mercedes-Benz 还有 BMW 都是使用这个机器来测试。哦，讲到这两个品牌就立正，原来是德国人爱用德国货，哦，不是，哦，所以说这是很受国际肯定的一个机器。对，没错，公信力非常高。所以像我们今天的测试来讲的话，公信力就很高喽。没错，真的吗？没错。哦，那我们就好好拉一下吧。好 ，OK。第一步，先来进行氮化硼未喷喷之前的马力测试。现在就请师傅将车子架到马力测试机上。哦，你看，师傅的精心架设，车子要在这上面全力加速跑道，快200公里耶！这不是开玩笑的，不简单，很危险，非常危险，所以要架得非常的仔细。176.2匹。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要将中冷器拆下来，开始要喷上高科技的氮化硼。Oh look, Mr. Stan 专注的反复进行喷施工。如此一来，中冷器 Intercooler 的表面经过前所未有的改头换面啊！ Intercooler 在化妆，在打粉底，你看都白白的，粉嫩。看起来很好吃，哎，不能吃。OK， 再经过长达7749天的干燥啊，不用那么久了，再经过10分钟的干燥之后，一颗氮化硼的 Intercooler 就此诞生了。Oh yeah。OK， 接着要将它装回去。吼，真正是够歹搞，因为你不要看它这样拆来拆去很简单。你看那个师傅的表情，吼吼，真是凝重，我靠拍倒了呀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氮化硼喷之后的马力测试。测试之后，终于有了答案啊！这张呢是我们喷氮化硼之前，这张呢是我们喷氮化硼之后，而脚色。好，看一下有没有明显的改变，好不好？最严苛的，在我们喷之前呢，马力值有176.2匹，扭力呢有201.4牛顿米。那之后呢 ？combo 哦，捏了，马力呢变成178.4，多了2.2匹。你看哦，只喷一个东西上去哦，多2.2匹。可是呢，重点不在马力，在扭力。扭力变成多少？215.4牛顿米，等于多了14牛顿米。哇，很夸张哎，我们大概1.4公斤的扭力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东西在我们严苛的测试之下，证明了它是有实力的。